台北灵粮堂得着一切的荣耀。当我们在看这个荣美的建筑物的时候，让我们看见到的是主耶稣你的荣美。父神，我向你来祷告，就像你透过欧牧师所跟我们的勉励，主，我们只有一个使命，就是要完成你的旨意。主，我们祷告，我们祝福，在这个时刻能够不只像所罗门献殿的诗歌，在献殿中间，主，你的荣耀大大的降临下来。主，我们更渴望这个殿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。我们渴望不只是这个殿 2.0， 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生命的殿都要进入 2.0， 我们的敬拜要进入 2.0， 赞美要进入 2.0， 祷告进入 2.0。 我们不希望所罗门献殿完了，那个荣耀就开始减弱了。主，求你来保守这个殿，其实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。主，我们感谢感谢，但愿我们的殿的奉献是永远的奉献，是更深的奉献，是不断提升的奉献。感谢你，祷告奉主的名，阿门。就是在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的翻转，跟我们领袖团队的同心跟合一，还有在我们特别是在去年我们看见到很多的同工，不管是他们的婚姻、家庭、他们的关系、健康各个方面，都更就有一个更深的一个 upgrade。 我觉得你说山庄的 2.0，我觉得那个是这个建筑物的一个荣耀，但是我觉得更荣耀的是我们整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，就是我们都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神的灵宫。我觉得这个看不见的这个圣殿的一个 2.0 是让我更引以为傲。